大家好，我是老赵。这一节呢，接着给大家分享地理五诀的内容。在上节呢，给大家分享了九宫水法格的上半部分。那么这一节呢，给大家分享九宫水法格的下半部分。衰，即为局门。衰方官局举门星，学堂水道发聪明，少年基地文章富。长寿心高金固盈，出入齐聚乘四马，宴游歌舞御湖春。旺季总意来去急，也需弯曲更有情。那这个衰方呢，比如说人山兵下，水出丁未，水出丁未呢，这个呢衰方去水也急啊，去水也急，来水也急，也就是说呢，衰方可来去。衰方呢，因为它旺极刚过，所以呢，不管是从衰方来水，还是从衰方去水，那都是急的。当然，这个呢，一定要行乱急，行乱急呢，再配上这个衰方来去水呢，都是急的啊。第二个呢是病死水，病死水呢即连针。病死二方，水莫来，天门巽户不为乖。更有民科官爵重，水若邪非起大灾。患其毒药刀兵祸，软胶风瘫女堕胎。逼主起家招持计，既老征询受刑海。这病死方来水啊，病死方既不可以来水，也不可以去水，来水会更差啊，来水会更差。如果加上这个行乱不好，水弱啊邪非，那这加上这个行乱不好呢，那就更差了。即使你有万贯家财，也会败得很快啊。我们再看木方，木呢即为破军。木库之方，水怕临，破军流去翻为真。镇上阳明文武贵，持乎庭序复春深。荡然之去家之薄，欠债总年不聊人。水来冲军千里外，三男两女总挑林。这木库方，木库方呢，它是以衰方。那衰方它不易来水，木衰病木绝，衰方还可来去，但是病死木绝，胎方是不可以来水的，所以这木也在这个之内，木方不可以来水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喜去水或储水如果去从这个地方去水，或这个地方有储水，有个水池，那这样的就是急的。如果呢，即使说这个地方去水没有关栏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不是单单的说的是理气，我们还要说行乱。那你即使在木户方去水，但是那个去水方没有关栏，我们看荡然之去家之薄。你如果这个库房呢没有停留或者没有关栏，这样的也是不急的啊。那你进来的财会流得很快，所以呢，才有荡然之去家之薄，欠债总年不聊人之说。我们再看绝胎水啊，绝胎呢即是禄存，绝胎水道不生儿，运势休秋绝后事，纵使有儿难保养，父子分情夫妇离。水大女人阴乱走，水小痴情暗晦妻。此方最易为水口禄存流进配金鱼。那绝胎方呢易去水绝胎方呢去水叫禄存流进配金鱼。这个呢在之后的水法课程中呢会给大家讲解啊。绝胎水呢不易来水啊，绝胎方它不易来水，来水的话那就是绝胎水倒堂啊，这就是不吉之水啊。不管是大水还是小水都不可以流进来，那流进来呢，第一对这个小孩呢不利啊，绝胎嘛就是以流产堕胎。
同样呢，他也不理夫妇夫子的感情。这个地方呢，直译呢叙述啊，叫陆存留经配经余。到这里呢，这九拱水法歌呢就给大家呢分享完了啊。咱们总结一下，九拱水法歌其实呢就是指到长生木鱼观感灵官衰病时，木觉胎养，那么养长生啊，这个灵官啊，这个以及官大地旺啊，包括衰方这个地这几个地方呢，都喜来水。你像沐浴方，沐浴方其实呢不可来水也不可去水，衰方呢既可来水也可去水。衰病死木局啊，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来水的，但是呢这个病死方既不可以来水也不可以去水啊。木方呢可去水，绝胎方不可来水可以去水啊，养方呢它是喜来水的。所以呢这是十二宫的一个水法，其实九宫水法歌呢就是十二宫的一个水法。我们其实呢在这上面呢，在九宫水法歌呢其实呢也牵涉了一些形卵方面的啊，就是说形卵好那加上理气好，那么这个一定是吉的。如果形卵不好理气好，那么这个同样也不行。如果形卵差和理气都差，那这个呢一定是非常差的。这就是九宫水法歌。其实在这个地理五绝中，对九宫水法歌一对水法呢有重复的论述啊。这一节的九宫水法歌呢就给朋友们呢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节再见。